有首新歌录完了，哎呦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什么好的 timing 去发表它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找宪哥来发了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宪哥他发行能力很强。宪哥，原来什么？哎，评审。该不会这首歌很难？然后是李维峰的歌？哎，没有，是林宥嘉。林宥嘉。啊，有卡，这林宥嘉的歌啊。对。训练学科轻易出，不知道。好，正确答案是哦。我已经敢想你了。有谁会唱的吗？哎，我有红来唱，没有在。我已经有勇气听到你消息，不害怕别人说有你的话题，甚至我。和回忆和平在一起，不刻苦不迷信，不强迫忘记，我已经敢想你。快一句哦，威风算是歌手里面长得帅，帅的，又帅，身材又好，又会唱，谢谢大家。对，那你这个市场有低估你哦。哦，哎呦，对，哎呦，他红的程度应该不止现在这样，对不对？他也会唱。后面是什么走中的？哦，因为后来因为真的射自头上一把刀啊。我都可以，很会说，很会说。怎么样？我是去嫖娼是不是？不要讲了，过年了，先把。好了啦，没问题啦。不是嫖娼，是叫嫖妓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不一样，娼是经营者。比如说劳保，但是他可能有点是劳娼，劳娼。OK， 他有他的技能，我了解，他已经劳气是努力了，第一线的工作者。OK， 为什么要你嫖屁股啊？你去嫖那个劳保就对了。OK， 那我是喂，不是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是什么？真有绯闻啊？没有啦，一开始是老实说，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稍微因为我2016年的时候有一点点跟原本的经纪公司的问题啦。OK， 然后后来因为这样，我就选择去内地大概4年的时间。哦，对，就把这个时间度过去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对对，然后后来又混得很不好嘛，所以。只好回来嘛，不会想到说怎么样让自己有更好的。其实我说实话，我已经有首新歌录完了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什么好的 timing 去发表它，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你现在唱嘛，你现在唱出来，你的通告费就便宜了，就是好 timing。是啊，不行，来不及，千万不要唱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找宪哥来发了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宪哥他发行能力很强。有，我有看到 Musa， 其实我觉得对啊，这个年代，这个年代花了几千万做一个新人呢。谢谢宪哥，原来是哎，评审。我这个是日本人的感谢，我是感谢，哎，不是 O R Z 啊，跪拜，但是你跪太快，因为那个宪哥最近把钱都花在 Musa 花光了，3600请出，第一张，好强哦，这么简单，谁要发表的，所以好运，这是国民歌曲，啊，一直放下去，把它唱完啊，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。我以为这是大手爱我，唱爱你，你爱我，稻香。那前面唱过3600落3600。